梁咏琪于今晚开始在红馆举行一连三场演唱会，除了伊藤雷着安 ，Gigi 亦邀请到张敬轩担任嘉宾，他哋拖手合唱《樱花树下》。张敬轩自曝中学时期好喜欢 Gigi 主演的电影《初恋无限 Touch》，其后张敬轩就大胆问 Gigi 为什么拍摄完《赌神三》之《少年赌神》后就剪了长发。点啊？我想问多个问题。我上次你做我嘉宾的时候，我不敢问。我想问，为什么在赌台之后呢，我就没有见过你留长头发的？赌台。我觉得那个 Gigi 出来是哇。靚過黃祖賢啊！我覺得關於留長頭髮呢件事，即係你好想睇到個留長一次頭髮再係咯，即係唔會厭嘅喎，真係。喂，你真係好似我老公啊！係咩？個樣啊？唔係，爭我都想啊！唔係，爭啲爭啲。我老公識啲聽中文㗎。我老公咧 ，my husband 啊，成日都叫我可唔可以留長頭髮 ？Can I grow long my hair long？ And I also my daughter 成日叫我可唔可以留長頭髮？我話咁啦。我有生之年，我答應你一次，我會留長頭髮啦。好啊，都仲未發生，仲未發生。期待期待。但我都為咗你，我都會留一次頭髮。好嘢！咁下次演唱會嘉賓嘅時候，希望可以見到一頭秀髮嘅主持出嚟。即係唔使喺倒台㗎嘛？唔使。我而家係媽咪嚟嘅，可唔可以做呢個角色？